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今次决定拍低我要整嘅嘢食，因为系第一次喺呢度煮西多士。咁我而家就准备咗面包啦，系 whole wheat 嘅，然后 peanut butter、honey、鸡蛋一隻同埋 butter， 揾唔到咁细牌嘅 unsalted butter。首先拎我的麵包出嚟搽花生醬先，就是搽花生醬，搽花生醬先，搞花生醬先啦。搽花生醬先。吃花生醬的，所以呢就決定搽滿它，搽一塊還是搽兩塊好呢？搽一塊吧，加上這些不要浪費。好，然後呢我們蓋上它，揉一下它先，揉一下它，這個是我自己吃的，無所謂。那呢花生醬我又用完啦，就到打蛋落呢个碟度，打蛋落呢个碟度咧，拎开个面包先一阵先，打蛋落呢个碟度，相信一隻蛋就够啦，因为我用咧攞呢个。鸡蛋咧，我就唔打算落盐啦，因为牛油系有盐嘅牛油，所以就喺呢部分我就费事落盐啦。好啦，打完蛋，我拎唔拎要摆侧边先，之后咧就攞个包索之前咧，我决定咧，决定攞牛油摆喺个镬度先。因為牛油咧，好容易咧，係會燶啊！要準備定開定牛油先，落一塊牛油啫，好少。咁樣嘅就決定咁少啊！諗住落，試下得唔得先？我係諗住整煎嘅西多，就唔係港式嗰啲炸啦，因為我唔中意炸嘢嘅。嗰边俾你哋睇下，哇，好糟啊！真系，佢窿咗另一个，所以我而家俾你咁样睇。咁咧，我而家准备浸佢啦，帮下面包游下水先，放部面包。咁样浸一浸呢边，浸一浸反面。呢度未浸到我，浸下先。哇，佢超挂蛋汁喎，块包夸张，哇，超级挂，应该会好正。等我几边都咁样先，然后咧，我放一放佢喺度先。你睇下牛油都已經開始溶曬啦，咁咧都搽唔到色咯。冇關係咧，我用呢一個搞下先。掉夠！哎呀，個火未熱啊！聽唔到佢有嗰啲炸即系煎嘢嘅聲，可能真係太快放佢啦，
的关系啦。大家睇下，等一等先。就呢、這個真係 French toast 嘅感覺，想開大啲個火，想煎好香啊！煎窿少少個面，咁樣食落去應該會脆，俾少少心機煎先啦。因為呢個是我手上有的東西，這個呢牌子呢是那間超市自己出的，所以我見它有細枝啦，還有沒那麼貴啦，所以我花生醬和這個蜜糖我都是買了這個牌子 Selection。 一會兒我就要倒落我塊西多士到啦，看看先。哇 OK 啦，應該哇，咁咪好吸引咩？我而家要優異地攞呢個試食區啦，嚟啦！試食區，我已經見到佢係乾，乾乾地咁，所以應該就 OK 啦。咁我而家就切呢個蜜糖先。試食先，先查翻我啲蜜糖先。試食，哇！有感覺，等我食曬嗰啲先，好熱喎、啊，好似。生長好像有這個西多士的感覺，但是它就淋一點，沒有那麼愛脆內的感覺，好美啊。那今條片就去到這裡啦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我要慢慢吃完我的西多士啦，拜拜。